任达华葬了21年妻子终曝光，网友难怪连全智贤、陈慧琳都看不上。任达华在娱乐圈很多人都对他礼让三分，即使连有强大势力的向华强也不敢惹他。因为任达华哥哥和父亲都是香港警察，再加上任达华的父亲是因公殉职的，于是香港很多大佬都要给他几分面子，不过任达华在私下却是很低调。任达华出道至今留下了不少经典作品。令人最难忘的莫过于他出演的反派角色，真的让观众看得心里直骂。惊天大贼王、张子豪、巫术机密档案、乘风等等，凡是荧幕上那些个性鲜明的反派角色，总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这也证明任达华精湛的演技。然而这样在电视里的大奸大恶之人，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一个好儿子、好丈夫、好父亲，出道至今更是没有绯闻，让人不禁点赞，实属是很难得，可算是娱乐圈的楷模。和妻子结婚21多年，一直都恩爱如初，出席活动也不忘带住爱妻也死狂撒狗粮，华氏搂腰太虐心了。看着长得那么惊艳的女人，很多人奇怪她的妻子是什么来头，任达华藏的是真的够深的。妻子琪琪是香港名模，两人早在1997年就结婚了，2004年生了一个乖巧可爱的女儿，取名任晴佳。今年他们的女儿也快上初中了。婚后的琪琪和任达华为了工作分隔两地，很少见面。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感情，他们对彼此都很信任，而任达华的表现也让琪琪很欣慰，网友们也为这样的好男人点赞。为了事业，任达华一直拍戏，难免会与很多女星有合作，期间也有很多致命的诱惑。但是任达华拍戏很敬业，很多女星表示期待下次的合作，就连韩国全民女神全智贤都与任达华成为了好朋友，有空的时候就会约一块去爬山。全智贤结婚的嘉宾不多，可任达华却是其中一位，可见两人的关系有多好了。香港天后陈慧琳也曾与任达华合作过几次，两人在电影中就是情侣，戏外两人的关系也是特别暧昧。不过如今两人都有了各自的家庭，曾经的那些无论是亲情还是爱情，如今都已成了回忆，各自安好就是最好的结局。对于这些好感，任达华都是治愈朋友，这样的任达华真的值得大家点赞。从曝光的照片来看，其实也可以知道琪琪是个有气质的女人，而且外在条件也很出众，也难怪任达华不为全智贤和陈慧琳等女神所动，原来是家有娇妻。据悉琪琪不但天生丽质，而且性格乐观，还喜欢运动，看起来也是活泼开朗。傲人的曲线更让人羡慕，据知情人士透露，他在家常包鲜橘百来喝，从百度找的法子。看他身姿曼妙的，羡慕的我试了数周，发现小肚子消失了。任达华难怪独宠他一人。
不得不说，琪琪能嫁到这样一个好丈夫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，而且丈夫再忙也没有忘记陪住一家人外出游玩，看到一家幸福的笑容真的是羡煞旁人。不管怎样，祝福任达华和琪琪一家人可以一直幸福下去，也期待老戏骨任达华继续给我们大家带来经典。